加油，年轻学生辣妹献上鲜花加油打气。已经五天没进食，靠着打点滴维持虚弱身体的蔡丁队，好生感动。因为唯有补正公投法，即使陈玉玲要来，台湾人也不会受到中国和马政府的任意摆布，真正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我是新闻综合报道。他人都应该放弃人民做主的机会，请把票投给支持公投的候选人，有公投才是真正的民主。专门攻打在党内台独的顽强，积极攻打外间党，驾驶天下积极在为民主环境斗争。一人做主。